晚上八点乒联官宣，刘诗雯接到噩耗，球迷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近期晚上八点左右，乒联官宣关于修改世界排名规则的消息，刘诗雯在此刻也接到噩耗，那就是取消了2021年之前原始积分排名。球迷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那么在视频开始前，还请大家关注一下体育圈瓜总，点赞本条内容即可解锁更多体育新资讯和消息。要知道，乒联在官宣世界排名更新的规则后，刘诗雯无疑是最吃亏的那一个。乒联官宣决定将会从2022年第18周开始实行新的世界排名规则，而刘诗雯在冬奥之后缺席太多比赛，在2021年年底和2022年年初，她的排名和积分处于落后状态。在此前，他排名靠前完全是靠以往比赛积分的积攒。如今陈梦和王曼玉、孙颖莎三人位列前三，刘诗雯被挤到10名开外，球迷并不愿意看见。刘诗雯的职业生涯十分丰厚，她曾经拿到过20多个世界冠军，但没有拿到女单冠军，这一直是刘诗雯一大遗憾。而本来在上个月的 WTT 世界杯比赛中，刘诗雯是有机会拿到的，但最终被陈梦击败，无奈退出。如果取消了以往积分，相当于刘诗雯的下滑加剧。而之所以取消初始积分，是为了给近期比赛中表现良好的球员提升和积分排名，能参加更多的大型赛事。特别是现在很多国际大赛采用军事邀请制，在新规则公布之后，意味着刘诗雯将被大家所遗忘，成为真正无用处的老将。而刘诗雯在去年就已经公开说过会坚持很长时间，假如改变了积分制，刘诗雯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变化来应对呢？目前刘诗雯的排名已经掉到85名，这意味着接下来还有邀请制的大赛，刘诗雯是没有资格参与的。这也是球迷们最担心的问题，不能参加大型赛事，刘诗雯则没有办法提升积分和排名，和陈梦等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。而刘诗雯在挣扎之后只能被迫转型，逐渐失去优势，这恰恰也是体育竞技的残酷。不仅仅是刘诗雯，还有男乒这边的马龙和许昕，如今也面临同样的考验。马龙和许昕作为和张继科同一时代的老将，参加过大型赛事也很多，也完成了多次大满贯的成就，但如今年轻人崛起，樊振东、陈梦等人占据国乒一哥一姐的位置，马龙、许昕两人也和刘诗雯如今局面一样，职业生涯来到暮年阶段，球迷们也无法确认马龙等三人能否会坚持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，就看5月有没有赛事，马龙等人会不会参加了。那么大家认为刘诗雯等三人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出赛，并拿到属于自己的成就吗？欢迎在评论区中讨论你们的想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